What is the right salary? This is the one you are going to get every month. Is that how you spend salary? My donkey! I'm the donkey! Hello, babe! Hi! Oh, yes, it's strawberry, okay. Did you notice, huh? Did you find? What? Be found! Hello, 大家，我们刚刚去做了大采购，我们家的冰箱啊，今天真的是空到只剩下一颗茄子，就没有了，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蔬菜都吃光了，所以我们今天去做了一个超级超级大的采购，然后又趁着 Dominic 今天不用上班，可以去帮我把这些蔬菜们扛回来，我真的买超多的。我其实平常喜欢去 local shop， 像我今天去就是阿拉伯超市，因为我们家其实走出去外面附近有蛮多就是那种阿拉伯的超市，然后他们水果都超漂亮的，他们那边的蔬菜比较当季，而且也比较便宜，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用的包装比较少。给你看到是漂亮的草莓，好大一盒，而且它超便宜的。嗯，我今天这样子大采购差不多是30英镑，觉得还行。等等，坐下。等呢 ，eins, zwei, drei， 好。厨房大概有待了2个小时了吧。我刚刚一边煮菜一边跟我的家人视讯，然后我爸跟我姐就在教我如何做鱼香茄子。给你们看一下我的鱼香茄子，其实他们一直跟我说这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料理，但是我觉得我做起来实在是很不简单，我觉得我花超多时间在这个上面的，然后有待学习，真的是有待学习。我刚试了一下味道，还行还行，有一天我一定会把它学好的。然后我还做了这个用嫩豆腐做的滑蛋，然后加一些蘑菇跟 spinach， 这是我最爱的料理。然后再来做很简单的一个炒高丽菜。那我今天的饭呢，就是有加一些就藜麦，紫色的饭就是我前几天煮的紫米。Hello， 大家早安。我今天早上要来做无麸质的松饼。我之前没有做过什么无麸质松饼的经验，那我今天是要用 rice flour 试试看。那我们就开始吧。Let's see. Oh, I want to put some lavender. Should I wash it? Not lavender, babe. No? No, it's not lavender. Good thing I didn't put it in. It looks same for me, the herbs. No. This is now just my final result. It looks like this. I don't know how the smell is. We will wait and see.我的第一个成品，多漂亮，好胖哦！看得到吗？有多胖？
超漂亮的。现在来先试试看看，如果好吃，我等一下再多做一些。绵绵软软的，嗯，好吃哎。怎么呢 ？Is it good？ 嗯 ，What do you think? Texture is good, right? Oh, later I'll put the more syrup. That's okay. Why does it have to be gluten-free, babe? Better with gluten. I want to try what gluten-free can be like. It's soft. It's delicious as.Like regular one. I want to see if I can do that. You make me feel good. I make it. Wow! Time coffee? It's amazing, yes, please. Did I tell you I make this chocolate sauce? Beautiful, right? I made. Ch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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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do you say that? Cheers! Cheers! Cheers!今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明明就是大太阳，想说哇耶，我们可以出门走走了。就你们看现在的天气，马上就都是云呐。It's raining. Raining? Are you kidding me? Hey, 哎呦 ，I think I just saw a drop.伦敦这几个礼拜的天气真的非常的不稳定，而且风非常大。豆豆一直很不愿意出门，因为他很娇贵，他不喜欢风很大，不喜欢下雨，他下雨不爱出门去。他真的是毛也蛮多的。豆豆豆。Let's go home. 哎呦 ，sorry. Go, go. Hello, 大家，现在是晚上9:08。我今天在等 Ocado 送货过来，因为我在 Ocado 的网络超商上面订了很多的东西。我本来订的运送时间大概是10:30。但他刚刚那个送货员打电话来问我说可不可以就是提早送来，那所以我现在要来数袋子。什么是数袋子呢？他们其实送来的时候你们等一下就会看到会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塑胶袋，那看起来非常浪费，但其实他们都会回收那些袋子。那那些回收的袋子我们要告诉他们总共有几个，然后我们也会从中得到一些就是折扣。那因为前阵子疫情的关系，他们就暂时停止回收塑胶袋，那现在他们又要开始回收塑胶袋了，所以我现在这边有超级超级多的塑胶袋交代，从今年年初到现在，所以我们来数数看有多少个吧。你们知道这里面有多少个塑胶袋吗？刚刚好50个，哎，也太刚好了吧！我们等一下就要把这一袋袋拿给那个司机做回收，那我们等等见。你们看看我买了些什么？这边有气泡水，然后这个袋子里面就只有一个马铃薯，为什么？
然后来看一下这边，面包、米饼、lentils， 我有买 lentils 吗？我怎么不知道？嗯，最喜欢的 granola， 牙膏、润发乳、白芝麻、黑芝麻、soya cream、cornflakes、miso。哎，你真的很好奇耶，这是 miso， 这个 vegetable soup， 三个不一样口味的 vegetable soup。一些 rice noodles， chickpea pasta， green bean pasta， 这两个 pasta 很好吃， black chickpea， gluten free 的管面，我真的买蛮多的耶，我的天哦。yogurt， 沙拉叶，咕咕，蓝莓，冷冻的烤蔬菜，冷冻的 ratatouille， 冷冻的 broccoli。 我觉得有时候买冷冻的蔬菜其实蛮方便，因为家里有时候蔬菜如果吃完了，就还有一些东西可以急救急。 mushroom 超好吃的 beetroot bites， 这家真的是非常好吃，这家的披萨我大推。欸，它这个袋子就只有一个冷冻草莓耶，天哪，难怪我会有收到50个袋子。这边有冷冻的乌龙面。哎，我买这个吗？我是不是买错了？我的天哪！哎，我买错了啦！这个我没有吃过，好吧 ？They replaced it. They replaced it. 因为我本来要买那个东西没货了，所以他们换了一个给我，吓我一跳，以为我买错了。哦，这个我超级喜欢 ，Innocent 的 Hazelnut Milk Richmond Sausage， 这个很好用，豆豆你也喜欢了。我有买这个豆腐吗？奇怪，我也不记得我们买这个豆腐。一大包的 spinach， raspberry， 更多的菇耶，好喜欢菇啊！天贝， beetroot， kale， 我的 kale 怎么这么小包啊？奇怪，我到底在买的时候是点对还是点错？我怎么记得我买的是大包的嫩豆腐？无麸质的 jumbo oats。Nutrition East， 这个真的是我们家必备，我真的完全不能没有这个 Butternut Bean。 好，这里还有我先生的爱，无酒精的啤酒们， Kidney Bean， Garlic Oil， Chickpeas。 好了，以上就是我的购物 tour。 很多耶，我最后又不知道做了多少袋子。但你知道就一次补货就会想要把它补齐，那我真的还蛮喜欢跟 Ocado 买东西，我觉得很方便。因为我说去超市买东西啊，都会没有办法找到所有我想要的东西，或者是我如果把我所有我想要的东西从超市提回来，真的是不得了，一定会超重。所以我只要有订 Ocado， 我就会订很多像是水啊、饮料啊，那些瓶瓶罐罐比较重的，然后再来就是一些平常在超市可能比较没有买不到的，或者是 Ocado 上面常常会有很多的折扣，对我来说是还蛮方便的。以上呢就是我这个周末的大采购，那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影片，喜欢的朋友记得帮我分享、按赞跟订阅我的频道哦。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